地气象检讨被理事会暂停，冬届会员记者就会平综合处徐香香和永康的会员记大会一致通过恢复周慧平记综合处的会员记立刻生效。至于徐香香和永康的会员记大会一致通过开除。出席的会员总共有九十九，一致通过，没有人反对。走咯，大家走咯。跟住啊。